地漏，我们在56层。进门这边是一个 gallery 的一个厨房，这是白色调，双数是白色调，单数是黑色。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这边是朝北的，所以他看的是 city view， 很漂亮的。空间感也很大，这边有一个 closet， 洗手间，下面洗手间是大浴缸的。然后进门的这一侧也有一个柜子，对，两个 closet space。